FM Indie 属于你的独立音乐网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棉花糖，我是棉花糖盛哲，我是棉花糖小球。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我们发行了《等地球爆炸》还有《无与名状的快乐与悲伤》，然后这两张 EP 呢是属于不一样的曲风。竟然要怎么样介绍这两张专辑呢？我觉得好听、好记、好可爱，还有好用心跟好特别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话，大家赶快把 EP 买回家，你就会知道到底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了。这首歌叫逗号，副歌。希望你会喜欢。